感谢一下力丸。说实话，我当时那个表现那个样子，属实就是让我进入印度万是不够的，当时也是挺难受的吧。反正力丸也帮我了很多。之后我就一点点努力呗，然后力丸老师也特别支持我，就是说感谢一下力丸，点个头。然后也感谢 Into One 的成员们。说实话，我是还是节目的时候，我不是很说话。这个时间我们一起玩，我越来越开心。我们一起下次玩吧。可爱啊！来了，接下来是丸子。希望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可能对很多人是一个很正常的地方，但是对我们，爸爸，你想喝什么？你有点儿，再问一下，有点远视眼。来，起来。一把就没了。